现场如何借助一盏灯拍出碉堡的装玻璃视频，夜晚逆光大光比环境，不出所料前景人物一片漆黑。使用曼比利这款 1.5 公斤的小巧摄影的小巧摄影灯，在灯架或三脚架上架好，200瓦功率插电源线取电或自带移动电源，调节合适的。在绝美飞衣打铁花现场，如何借助一盏灯？拍出碉堡的装玻璃视频，夜晚逆光大光比环境，不出所料，前景人物一片漆黑。使用曼比利这款 1.5 公斤的小巧摄影灯，在灯架或三脚架上架好，200瓦功率，插电源线取电或自带移动电源，调节合适的亮度以及冷暖色温为人物打光。OK, 接下来看看效果吧。I don't need no light to see you shine.